猫熊妈妈梁冰在今天是迎接了22岁生日，园方送给她樱花彩虹形状的冰棒，代表了她女儿们的名字，还送上了新鲜的竹子要为她庆生。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，更多资讯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今晚的收看，我是林佩杰，祝您顺心，晚安，再会。